大家好，我是小尾蛇，今天呢要来拍《伺服器生存2》的第二集。那今天一样，这是小狗呢跟我一起拍。好，那我们好，那跟大家报一下好消息，就是我的电脑换了，换成这边是我的配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先去挖矿好了，走吧。我关。啊，对，现在这里。对啊，你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这里关掉 ，OK。我要挖漂亮的三叶。啊，那我去下面挖。OK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光影是用这个，我叫 Copy 13。跑得还蛮顺的，新电脑嘛。配备我待会再打到下方的。没有很多，一点点而已。一点点。你看光影的话，切子大概是200、300、400。哎，小狗，你知道我没开光影看天空 FPS 多少吗？早上的时候，你猜？我猜100，1100耶！没开光影的时候，超猛，超狂。可是其实画面更新率，我发现60还会有一点点卡卡的感觉，好像过了75以后，就是几乎都再高就没有感觉。就差不多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下面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可是光影有个缺点，为什么人都会变透明？土哎。哎，我没铲子。我铲子，我铲子。哦。我有铲铲。你的狗狗好可爱。不要打它。啊。他是可怜的狗狗，你开光影看土，常常会看成那个花岗岩哎，超像的。他们颜色有很像吗？很像，开光影超像，我待会给你看。我先截图好，超像的。耶，又三张脸了。我想挖到三怪钻。OK 啊。之前大家看我影片，大家没开光影，就是现在差不多这样吧。再高一点点 FPS。哎，挖到铁，挖到铁了。是吗？挖到铁。啊，那我挖旁边。一个。两个，三个，我这四个，全部都是闪长眼，五个，闪长眼，你要不要来做那个啊？那个装饰很漂亮，我发现，还蛮漂亮。对啊，我靠，好亮哦！好亮哦！哦吼，亮到爆，不想看。我光闪长眼。14个，哎。我的地图说右上角有岩浆，我们挖下去吗？哎，先不要。哦，对，有帮分可以。没差，而且我听到下面好像是洞窟，有僵尸的声音。那我先挖这个。哎，有红石，有红石，有红石，超多的，你要不要来？听说。红石的附近就会有岩浆。对，对，快到。你有铁镐吗？只有一个。我现在。我先挖一挖闪长岩，因为闪长岩真的超漂亮。哎，小狗，你知道吗？它有 Xbox 版的那个麦块，啊，我买这电脑它送摇杆。
结果我现在才发现，用 Xbox 玩麦块超难玩。对啊，动作变超简单的。哦，你有没有工作台啊？我是可以做的。好啊。做一个，我需要工作台。我丢图给你。有没有放在这边？是这一层吗？这要继续玩。又不见了。我放在这边。我要木稿。木稿。表，我要做的是石稿。我挖到几点了？第五层。怎么这么快？对啊，很快。超快的。我还是不知道你们听声音应该是在这里。快不怕死，对吧？反正有防喷，就我觉得防喷也不会很作弊啊，它就属于正常的。但你先不要玩，你走上来，我们往左边挖。有，到这边交。我觉得会有哎、我先把红色。这边有个小洞窟。现在探险，先去看上面，很漂亮。我觉得在挖矿的时候开光影就是有优势。那小狗狗咬它，被小狗咬死。我先去挖那个红色。这边好长，没有了，没了。这边是绿色。峡谷的地方哦，这边很长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，要注意头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洞窟啊，或者是僵尸，不然就是什么矿物。这一集可以做那个、红石机关，要不要？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先回去？因为要先挖东东。我们跳岩浆自杀好了。要吗？把你的帽子脱掉了。把你的帽子为什么？跳。我先看一下这边。我在游泳吗？我在游泳。我死了。这边有僵尸。我先上来。我先走一步。晚上了，这是早上还是晚上？晚上。晚上也很漂亮。哇。这边又有一个岩浆湖我要来夜走。小狗狗会睡鱼肉的。会啊。做跳岩浆自杀，它。它会睡一下。一定会。这边有铁。没有的话，我朋友知道。我这边有挖到铁，我等一下先把铁带回去哦。我挖到好多东西。我这边有两个铁，我先丢到箱子里。红石。我看要做什么红石机关。对了，小狗，你那个僵尸引诱对不对？已经上了。我有僵尸符箓。我再把它插多一点火把好。可能效果好，可是这边怪真的有够少。在这边。拜拜世界。你也死。我找我了。
你铁帽子有没有弄到？我把帽拿下来。你的狗狗是不是瞬移到屋顶了、啊？屋顶有一只狗。有戴帽子吗？哎，啊对，它是我的狗。哼，它怎么会瞬移到屋顶？哎，这个洞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去杀怪？你把你的帽子。这个洞，不要把它填起来。嗯。你看，这是这样子。你看，我把怪这样引过来，然后我就来这边，然后这样跳上去。哦，然后直接跳。然后我的狗狗。没关系，我狗狗会瞬移吗？对啊，太远了哈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去打怪？那我就要走很远。哎，已经来。我瞬移吗？哎，瞬移了，他，我把他救出来。我们去打苦力怕。不要，我们要去打那个什么。哦。骷髅弓箭手。哎呦，他爆炸了！看到苦力怕。嗯，苦力怕死了。被两只。我看到过那个。哎，小狗，我这次偷影片，我看大家留言，我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处说是要把光影开掉，还是决定要开光影玩，因为其实效能有差，但其实都还好，都不会那个，都是有60以上。哎，我被攻击了，小狗狗，狗狗死了。狗狗在那边攻击，哎、欸，狗狗啊，狗狗死了，帮你报仇，哎、欸，我们去打 Enderman， 狗狗，没他这附近很多了，我有，作弊耶，那 Enderman 太强了，Enderman， 我找你单挑 ，Enderman 去哪？哎、欸，我躲到水里就好了，他不敢来水里。我可以在水里打他。哦。Enderman 在哪？我可以在水里打他，他不会来。他死了吗？不知道。他不见了。啊！吱吱。吱吱怎么驯服马？哎、欸，给他吃糖。这边有破光那种，破光那种，我需要骨头才能养新狗狗。新狗狗，我会新。有女巫。我帮你拿到骨头。一根。耶、yeah.。马是不是要用？太阳，对，好漂亮哦！好漂亮哦！真的开光了。小麦。哦。马要用什么驯服啊？糖，有甘蔗做成糖。小麦没有办法吗？好像没办法。哇塞，有苦力怕在我们的天里面。我不是小僵尸是谁？我先要先杀用酷酷那种。你先不要死。我真的这次是要征求观众的意见。因为我换电脑，不知道大家是想要高 FPS 还是要。很爽的画面，然后 FPS 跟以前差不多或低一点。
我要先来驯服小马吗？我觉得怪，一般的怪之中最难打的是小僵尸哎，超烂的，都作弊，跑那么快。他是我的马哦。啊，他是你的马子。好，没有了。我已经驯服他了。你怎么有甘蔗？我拿小麦狂喂。哈，小麦可以喂他。小马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小马。对，走吧，带回家。啊，我看到你了。我觉得我这一集主要是在让大家知道我换电脑的事情。我的那个斑点嘛。小狗，我应该觉得，看你要，小狗，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网红？就是。网络上的人有看有在看影片的，就是有在看影片卖块影片的人。我想要征求，我想要征求一些人的意见，是要我在决定要开光你还是不开光你。我们有兼凯成观众。可是我是想要征求多一点人的意见。哦，看，我个人是喜欢开光一点，我都没查。要怎么做马鞍呢？马鞍？马鞍？哎，马鞍不能做哎、欸。什么？不能哎、欸，好像要到矿坑才能。马，雕头，雕头，马。你就是我的马了。嗯。小狗。嗯。我们这一集先结束要不要？我们在外面结束好了，外面很漂亮。有漂漂亮亮的。哎，在这里好。跟小猪猪。跟小猪猪谁？小猪。小猪你把它杀了。好，那这一集的就到此结束。那喜欢的话，帮我订阅、按个赞。然后，如果你是喜欢开光影，你就跟我讲；如果你是不喜欢开光影，你也跟我讲，我会做同整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开。那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